Hello， 大家好，又跟大家见面啦。这边我也想说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单日确诊病例一直创新高啊。唉，我就给你们看一些照片吧。在这边我还是想说，你们要乖乖待在家里，如果需要外出的话请佩戴口罩，也要遵守标准 SOP。 我还有一件事忘了说，是有关于王者荣耀的。七夕节不是要到了吗？王者荣耀推出了一款王昭君七夕节的新皮肤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出场动画及特效吧。七月初七，夜悬长思，童真艳巧，明月照看。七巧之情皮肤以牵牛花的浪漫蓝古色为基调，用现代服饰轮廓结合旗袍元素，展示了昭君作为设计师对新时代东方七巧之情皮肤的服饰设计，应用了牵牛花的元素。它营造的流畅线条如丝线一般轻盈，裙摆通过飞鱼丝线技法在薄纱上呈现出牵牛花图案，为新中式风格披上柔软的浪漫情调。七巧之情皮肤的武器被设计成金属牵牛花装饰缠绕的袖弓，专用的卷尺造型和柔软的刺绣薄纱，成为昭君心灵手巧的天赋与能力的象征。以心之一，以情着之，我们都让服饰有了生命。一技能伴随着粒子浮动，化作一朵牵牛花绽放。每一件服饰背后都有它自己的故事。别笑。二技能释放，针线绣出的牵牛花栩栩如生，从绣面跃出，恰如总能让绣品活灵活现的飞鱼苏绣。三技能释放，花藤柔腕萦绕成圆，绣针螺旋下坠，朵朵牵牛花相应绽放。只要用心设计，就一定会被看见。碧落加七迹，疏于隐秘，却巧低。把针脚绣歪了。昭君坐在绣榻前刺绣，月光映照着她的指尖，喜鹊是她忠实的伙伴，将她的祈愿送往。好了，这就是王昭君七夕皮肤的技能特效及出场动画，我不懂你们喜不喜欢呢？什么意见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哦。还有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通知啦。最后再提前祝你们七夕节快乐哦。